顶尖高手的必杀技烧面法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试过来，这个试过来，这个试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试。再来呢，这个试上来，这个试下来，这个试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试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七。再来呢，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六。再来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二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不 ，OK。再来呢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两个一都可以杀下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不。再来呢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不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五。再来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五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知道 A3 是什么配？四一配，四一配哈，是往上的哦，四一配哈。那我们看第六宫哈，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八过来，那第五宫是什么？三五八，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呢，五是多疑的哈，兵分两路，五是多疑的，往下的是三八配，三八配哈，不是骂你啊、哦、哈 ，OK， 那再来呢，我们看第一页哈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三八配在这边的嘛，那这边就放什么一 ，OK， 那再来呢？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一。那我们知道 A2 是往下了，是什么配？七一配，七一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七。A2 是往下的，是七一配哈，来七。一，一，七，七，一，好，我们继续吧。那我们再来呢？这个七上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两个有七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两个七，用第一宫、第二宫呢夹宫、第三宫，这不能有七，这不能有七，这不能有七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七。我们这个七上来。这个七上来，那表示这两个有七。那这边呢？这个七上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两个也有七哈。那就用第一宫、第二宫夹宫、第三宫哈，所以这不能有七，这边也不能有七。那这个七再杀上来，所以这边就放七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好。第三宫这个八杀过来的时候，这第二宫这个八杀上来的时候，这两个不能有八。我们可以判定呢 ，A one 是什么？往下是什么？四八配，四八配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是 ，OK。那这边不能放是，这不能放是，这边就放什么？是 ，OK。那再来呢？这个是杀下来。这个是杀上来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是。那我们看第四宫哈，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什么？往 A2 是往下是三八配，这边就放三八了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就只能剩六九，那这边有六就放什么？九，这就放什么？六。那我们也可以判定呢 ，A2 也是什么配？六九配，六九配哈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六杀上来，这个六杀上来，这个六过来，
好，那这两个也有了，所以不能有这，不能有六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六 ，OK。那我们看第三宫哈，四三五哈，兵分两路，我们可以知道 B3 哈是往怎么样？往右的是什么？三五配，三五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三，这个就放什么？三 ，OK。那再来呢？我们看第五列哈，差二八，这边有八就放什么二，这就放什么八 ，OK。再来呢，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八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八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八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八。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呢 ，A 属力是什么配？八五配五八哈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知道 A2 是刚刚说的是三八配，那这边不能放八，就放什么三，这就放什么八。A2 是往下是什么配哈？三八配三八三八八三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六？那第六宫差什么？六九哈。那这边有六就放什么？九。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它是什么配啊 ？A2 是什么配？九六配，九六配，六九哈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啊 ，B3 是什么？七八八七哈，八七。B3 是往右的，是什么？八七配哈，八七配这个八七七。八八七，好，我们继续吧。那我们看第七行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二。那我们知道 A 属力是什么配？八五配，八五配哈。A 万是哈什么配？四八配，四八配。这边有八，这边就放什么？八。OK， 那再来呢？六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六。我们知道 V2 是什么配？七六配，七六配哈。往右的哈，七六配，七六配哈。个三过来，这个三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三。那 A1 是什么配？三六配，三六配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三。A1 是往下是什么配？三六配，三六配，三六六三三六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再来呢，这个七杀上来，这个七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七？那我们第一宫差二九哈，那这边有二就放什么九？这就放什么二 ？OK， 那再来呢？我们知道 V1 是什么配？五二配，五二配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二。往右的是五二配，五二配，来五二五二二五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实力是什么？一二配，一二配，这边不能放二，这个就放什么？二。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九。OK， 那我们再来呢？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三。那我们知道 B 属力是什么配？三五配，三五配，这边不能放三，这就放什么？三。这边差一个是就是什么？九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就过来。好，那这个就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九。再来呢？我们知道 B2 是什么？一九九一哈，那这边不能放九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九。好 ，B3 是什么？往右的哈，九一配，九一配哈，来九一九一一九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B2 也是什么配哈？
六七七六，那这边不能放七，这个就放什么七，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八、啊、第五行。 OK， 再来呢，这边呢不能放二，这个就放什么二。那我们知道 A3 是什么配哈？哦，这边呢，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二 ？S D 是什么配？二九配，二九配哈、哦。那这边不能放九，这个就是什么九 ？OK。那我们知道 A one 是什么配？四八配，八四四八哈。那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五？那再来呢？A3 是什么配？八五配，八五配哦，八五八五。那这边呢，不能放五，就放什么？八，这就放什么？五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三。好，谢谢。当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分享出去，使更多时间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数读顺序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